大家好，我不是白木。对对对，我也不是白木啊，我是营长，他是西西，他是丽佳。我们今天走的是尖洞山。哎，对对对，尖洞山步道。哎，这今天第一次来探路了啊，看一下情况怎么样。还蛮适合 offroad 的哦。这里很适合骑双臂症的哦，来这边一定哈、哦，从上面滑下来一定全身酥嘛。来，等一下看我们。不信问小白。不信你问一下小白，小白。哎、欸，小白回来。小白说你屁啦，刚刚他又在撒尿了。对，他在撒尿做记号。来来，这个现在走的是泥土路。对对对，现在全部都是泥土路哈、哦，大概就是容下一个人走的宽度，然后沿途，上上下下哈、哦啊，有些路段可能要下来牵了，因为这个落差太大。镜头可以转一下吗、嗯？哎呀，糟糕，来了。这样子，下面我们要开始下阶梯了，这适合玩下坡车。哎，对对，如果你胆子够大的话，哈。对啊。对对。营长说要玩啊。哎，那个树上还有五色鸟哈，还有五色鸟。沿路都是。都是五色鸟。这个应该可以吧？好。这个哦，这个可能不太不适合，因为这个太陡了，这坡度实在太陡了。对对对。啊，又接回马路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啊，过来去哩，就是咱拄啊迄个庙啊，产业道路啦。哎、欸，还有，还没结束哎、欸。有啦，产业道路上去啊。我们刚才那个地图是这样画啊，这是我们刚才骑上来的、啊。是哦。嗯。啊，对，要左转。哎，啊，左转就回到刚才的庙。左转。啊？这里。那尖洞山在哪里呢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尖洞山呢？还是我们刚那栋啊，伊可能讲这个马路就尖洞山了、欸、哦，这边，这边，好，走这里再上去了。